张家界旅游的发展壮大，我们既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在90年代初，当时我父亲到湖南出差，看到张家界的山水而感到震撼。他成为第一个在张家界投资的台湾人。黄石寨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，四周悬崖绝壁，奇峰怪石林立。经过3年多的筹建，1997年11月，黄石寨索道正式运营。过去要登上黄石寨需要2个多小时，乘坐索道只需要5分钟。运营26年，已安全运送游客2800多万人次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探亲的时候，就喜欢上这里。一进到张家界的山门的时候，就连山哇，哇哇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原来如此的美。如今，我们利用黄石寨3000多个落差而下的青石板台阶和险要陡峭的原始丛林，打造了一条极具挑战的赛道，开创在世界地质公园举办自行车极限速降挑战赛的先河。父亲的愿望是将张家界推向世界。未来，我将不断的创新，让黄石寨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。让更多台湾同胞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我是张家界的张家元，我在湖南蛮好的。